大家好好努力了，学佛不容易了，我再三跟你们说是真修啊，实修啊，每一个人都要改变自己。过去讲过很多的话，都会进入你的八十天中、七十天中。我告诉你，很难取掉的，只有真心悔改，你才能。就像一个人肚子里吃了很多东西，吐也吐不出来一样，你只有把它自己呕出来，你才能很难过的把它呕出来，你才会舒服。所以你自己吃进去的坏的东西，你必须自己把它呕出来，没有人能帮你抠出来的。就希望你们诸人学佛都要这样，一定要实实在在的。说假没有用的，你骗菩萨骗不了天，骗不了地。所以希望你们要学就好好学。很多人真的很难救的，可能慧命就没了这辈子。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要做师父弟子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以后可能越来越难。你背的太多了，就等于师父过去力量很大的时候，来来来，大家来，我来帮大家做，那到后来背的越来越重了，然后又背不动了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所以现在能够拜师的人还福气了，等到哪一天菩萨叫我不要说了，我可能就停掉了。我是听菩萨的话，对不对？在末法时期，佛陀讲过一句话：“如恒河沙数过坏人，太多了，坏的来让你真的吃不消，真的。他整天有魔搞你，真的没办法了。是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有些人自己不学了，还要自己跟人家捣蛋，这种人怎么办呢？”需要我们很多的弟子一定要坚强，一定要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学成功啊，我告诉你，路在你脚下，好好的去走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好好的修，你们就成为一个好孩子，成为一个未来佛。如果你们不好好修，可能不要做菩萨了，什么都做不到，我告诉你，一辈子就白活了，白修了。想想看，你们从小活到现在，你们懂得什么？你们知道什么叫人生吗？你们知道什么叫这个世界、宇宙、空间吗？以为活在一个自我当中，活在一个境界当中，以为自己活得挺好的，像做梦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人很苦的，想想你们过去苦不苦的？苦的呢，真的找谁啊？找谁去求啊？没办法，没有人能帮得了你解决问题。就现在给你们找到家了，找到菩萨了，只有好自为之，千万不能再懈怠了。我有时候看见很多人懈怠，我真的很难过的，因为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他懈怠的。你们记住一句话，菩萨早就告诉过我，等到这个世界时间你觉得越来越快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末法之际越来越紧的时候。你们现在觉得时间过得快不快？怪不怪？又过一年，又过一年。你看过去时间过多慢了，现在时间快不快？一过一天，等到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末法时期越来越快，就这么样。我只能讲到这里，我不会乱给你们讲太多的事情，因为有些是天机不能泄露。但是你自己感觉，哎呀，又一年了，哎呀，又一年了，你完了，你又一年。从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讲，你又一年，你又接近死亡一年了，接近了。就这么简单了，你浪费了多少年了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已经浪费了多少年了？30年、35年、40年，有的人已经浪费了50年了，你还有几年可以浪费啊？还不好好抓紧时间好好修啊？你还要怎么样在人间再准备怎么混呢？你看看有多少人呢？死不就死掉了，走不就走掉了。现在全世界每一天有多少人死？我上次讲给你们听过吗？20几万呢、啊！讲一讲啊，哪一天轮到你们就知道了。不要不知道啊，不要不知道好歹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没有多少时间给你们的，这个世界没有多少时间给你们的，真的，越来越快了，时间越来越快，
一天就没了，一天就没。哎，过去不是也是24小时？过去怎么不这么慢？为什么你们现在明显的感觉时间过得快了？没有感觉吧？现在知道了吧？这不叫缩短寿命啊！好了，去玩吧，不要念经啊。每天能念到4张小房子的人，3张小房子他就积累功德了。每天能做做功德的人，他就有功德了，他一生病他就能了。就是刚刚那个人，他开始不信的，他老婆突然之间生病了，至少他老婆有80张给他做底，他把他抢救回来了，小命捡回来了。如果他老婆八百张不给他念，因为他不相信，至少这个男人我可以保证他没有造很大的口业。所以他自己一醒过来之后马上许愿，我放生啊，我要看台长的书啦、啊、看 DVD 啊，要有基础的，真的真的要靠平时的，真的不要等到着火了再拿灭火器啊，要天天检查有没有着火啊。真的，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因为人生也是这样的。